今仔日同款受到低压带影响哦，各地嘛是落准雨。咱来看温度，今仔各地水气哦，搁真侪，云嘛真高，天气嘛是无介稳定。云林以南哦，较高落准雨，其他所在哦，冇机会落雨。各地高温会到29度到32度，无落雨的时阵哦，较湿较热，尤其是过道对流真旺。一个中南部到东部，有可能各地山区哦，拢可能搁会落大雨，会落到暗时。各位单雷公加透强风，民众都爱特别注意哦。如果这款高落雨的天气会到明仔哦，后日个有拜六，就会是好天的天气咯。